来吧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。我的业障我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想师父慈悲看一下82年的狗。八二年的狗啊？对。男的女的？是我。等等啊。好啦，想看什么讲吧。我想看一下我流产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等等啊。哦，你有两个。还在身上。一个走掉了。一个走掉了。还有一个。是不是两个啦？应该是有三个。明白了吗？对，我曾经。你要注意啊！我刚刚看图腾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有一段时间有忧郁症。有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感情运不是太好。是的。腰不好。是的，很准。哎呀。妇科也不好。是的。眼睛也不好。是的。人很好。是的。哎呦，是的，大哥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想知道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要放生多少条鱼。你这个人呢比较节约，听得懂吗？是的。不舍得花钱就买小一点的，但是也不要太小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还要放230条鱼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然后呢你自己呢还要许个愿，好吧？好。你不要晚上的时候不要经常盯着某一件事情看，盯着某一件家具啊看，你有时候眼睛会发呆。台长看到你晚上经常发呆。你这样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不是太好，因为你这个身上有一个灵性占据着你很长时间，现在是离开了，但是还会来，有时候是一个老太太。你有没有小时候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妈妈、老伯伯，就是老妈妈领过你啊？奶奶还是外婆啊？外婆已经去世了。领过你啊？外婆去世。可是她没有，不是说照顾我。有没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妈妈过去领过你啊？她经常到你身上来，个子不高，头往后梳的，皮肤还挺白的。可能是我外婆，我有梦过她。对了，穿的衣服有点不是很亮的，灰灰色的这种。那我需要给她念小房子吗？要啊，她来找你，你怎么可以不给她念呢？是写我自己的药经者吗？你就写她名字吧。写她名字。好吧。是一个女的老妈妈，看上去像60、70岁，70岁左右。她走的时候好像是80。是吧？但是她看上去像70岁，人不是，看上去皮肤什么都很好的。明白了吗？那如果不是我外婆的话，那不会的。不会的。我讲两个特征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假牙。好，是的，是的。这里拱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第二，耳帘子蛮大。对对。个子不高的。头发往后梳的。对不对啊？应该。脑门还有一点大，颧骨还有一点点高。对对对。你说我真看见不啦？傻姑娘，不会错的。明白了吗？好了。多少张小房子？什么？多少张小房子？多少张小房子啊？给他说
五十六张。五十六张，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嗯。啊，那流产的孩子呢？多少张小房子？小孩子是吧？四十九。四十九。四十九，如果还不走的话，可能还要二十六。还有二十六。好吗？好的。你这个孩子要多晒太阳啊！你缺钙啊！哦。年纪不大，你的关节不好啊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啦。师父，请你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好不好？看看你家佛台。对。澳洲的。啊，对。墨尔本的是不啦？啊 ，Sydney。嗯，还可以了。还可以。佛台边上好像后面还有一块空地。嗯，就是后面啊。佛台的后面好像还有一块空地，嗯，还蛮亮的。会不会低了一点佛台？低了，低了，低了，要垫高。嗯，还高一点，把佛像要抬高一点。好的，好的。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勤快啊？家里怎么弄得脏兮兮的？有两个小孩，所以。嗯，两个小孩子，那你也是小孩子啊？我不是。孩子弄了脏嘛，你应该弄弄干净的呀。好的好的。沙发上都弄了一塌糊涂，床上也是的，乱七八糟。嗯，哈哈，板凳乱放。好吧。好好的。嗯，感恩师父。好好念心经啊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人真的很好。啊，随缘，一切随缘，明白吗？自己要经常泡泡脚，活活血，你血脉不通，所以我刚刚看图腾的时候，你的两个脚啊，就是冷的，很冷啊，是很，手也很冷啊，手会有点发麻，对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，念经了没有啦？好好念经啊。好，念了两年。好。好